这一顶一顶可爱，无啊，全部拢是用无爱的饮料纸。阿爸这组，这创意来自贵州灰雪王富美，现在也带放假社区居民创新环保无爱外形。这徛算吼，以前咱做安尼吼，算讲大家看了就徛算看济啊，啊，怎样搁变形，变做倒变啊，画花画起来看起来足创意的安尼，搁开起来。那无看到的人，唔知讲这是这种物件哦做的。去年度我们做的成果是像这样的方式，那今年度呢，我们想说，那怎么让这个环保帽更可以呈现自己的特色？所以我们就利用反面，我们再用麦克笔做彩绘，然后你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很可爱的造型。然后内里的话，又是我们之前的那个饮料纸盒，那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彩绘环保帽。真侪社区居民也伫王富美的带动之下，对环保帽啊制作产生兴趣。我就感觉讲吼，这环保帽也袂歹啊，吼啊，废物利用啊，啊就感觉吼啊要做创意的，啊就来学啊。老人啊，无代志，啊来遮嘛新鲜，新鲜趣味趣味啊。王富美所制作环保帽啊，也伫水南汉基础所为机会中心协助之下，伫网络放教学影片，吸引来愈侪人好奇学习。富美阿嬷来我们这边开课啊，然后我们有把一些课程的花絮啊，然后就是把它做成影片，这样播到那个 YouTube 上面啊，就是有很多外面的朋友看到了，就会打电话过来我们社会中心这边询问。我教足济人个咧，二十乡镇，一个乡镇三个，你看超过五六十人。我予迄含迄当时迄个总干事甲理事长拢来学咧，学啊足新鲜个咧，学来讲。做袂起来，讲我去等下阮太太做，我笑啊，规天啊笑到下。想要学这环保帽的民众，唔免家己帮。今年九月五号到六号，王富美也要伫水南汉基础所为机会中心开课，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到中心报名。记者李嘉山差不多。